官网再售6799，5700卖给我们都不要，怎么也还得再少个99吧。5700上手，我再卖个5988，小手一抖，280到手。这里有人就会说了，你们怎么那么黑啊？那我怎样？难道6700收，卖个6799？那别人又不傻，自己不知道去官网买啊？没有很大的价格优势，别人凭什么会买我们的呢？哼，我再去多问几家。去啊，哪里都一样，不可能别人都给5800，我们只给5700，那谁还会卖机器给我们呢？我们回收部每天收那么多机器，真的都把别人都当傻子吗？说到这里啊，各位的公司年终奖千万不要拆啊，拆封了还得少100，要是好奇再激活了还要再少100。说到激活，这里也给各位讲一下，机器在这个界面不代表它就是一台全新未激活的机器，因为任何的苹果设备还原之后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界面，至于外包装就更是一个笑话了，这也是电商平台惯用的手段。是否激活的话，只能以苹果官网的这个序列号查询为准，未激活它就显示的请激活你的设备，除此之外都是显示还剩下多少保修或者技术支持已过期。这里是金币刺客，你身边的数码贩子。